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
家快来尝尝美味的冰淇淋！啊，冰淇淋！我给大家带了美味的冰淇淋。我的冰淇淋！天气太热了，冰淇淋都融化了。真可惜，吃不到冰淇淋了。啊，有了！我去向道哥借冰淇淋车。好主意！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嗯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我想要草莓味的。没问题。你想要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我想要牛奶味的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哦，冰淇淋，哦，冰淇淋，彩色冰淇淋，快来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哇，好大的冰淇淋！壮壮，别难过，我再帮你做一个吧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琪琪。道哥，谢谢你的冰淇淋车。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店的新产品彩虹冰淇淋，送给你们尝尝看。哇，谢谢你，真好吃。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，五根，五根美味的冰棒哦！琪琪，快来玩荡秋千！好啊！我来帮你推吧。秋千，一根。
白云做披风，系上披风转转个圈，系上披风转个圈。哇哦，原来大家都在这里呀！喵喵，我很会荡秋千哦，我可以飞到很高很高，看。为什么今天荡不起来呢？推秋千，你一定也可以荡得很高哦。嗯，太好啦！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。帮你吧，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树上有个小鸟巢哦，哇，我来帮你吧。小鸟在里面哦，我也想看看小鸟。我来帮你吧。我们一起来帮你吧。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我看到小鸟了，它刚刚睡醒了，正在唱歌呢，你们听。哇！我给你们买了新衣服，快来试试看吧。好耶，好耶！我是一只小兔子，我是一只小袋鼠，我们都喜欢跳跳跳。我喜欢跳跳跳，像兔子一样。
赶快打电话给医生。喂，你好。医生说 no no no， 不能继续跳了，在床上跳跳跳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不能跳跳跳，朝着蹦蹦跳跳，地板上跳跳跳，继续蹦蹦跳跳。在安全的地方才能蹦蹦跳跳哦。赶快打电话给医生。喂，你好。医生说 no no no， 不能继续跳了，沙发上跳跳跳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不能跳跳跳，沙发蹦蹦跳跳，草坪上跳跳跳，继续蹦蹦跳跳。我们一起在安全的地方蹦蹦跳跳吧。我喜欢跳跳跳，我们可以一起学恐龙跳吗？当然好啊！跳跳跳跳跳，咚咚 咚, 咚，恐龙来了！嘟嘟嘟，哟，蚂蚁蚂蚁。危险！不要拿着玩具跑！不不，我不要，我要和玩具一起玩。你看，恐龙拿着玩具跑，不小心伤到自己。不不，我不要，不要拿着玩具跑。危险，不要拿着玩具跑。不不，我不要，我要和玩具一起玩。你看，恐龙拿着玩具跑，不小心伤到自己。不不，我不要，不要拿着玩具跑。危险，不要拿着玩具跑。不不，我不要，我要和玩具一起玩。你看，恐龙拿着玩具跑，不小心伤到自己。不不，我不要，不要拿着玩具跑。宝贝，来换尿布咯。
奇奇妙妙，我赶着出门，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一下宝宝。嗯，没问题。可爱的可爱的小宝贝，哇哇哇哇他哭了，给你一个棒棒糖，不要哭亲爱的小宝贝。可爱的小宝贝，哇哇哇哇他哭了，给你一个小皮球，不要哭亲爱的小宝贝。可爱的可爱的小宝贝，哇哇哇哇他哭了，给你一架纸飞机，不要哭亲爱的小宝贝。知道他喜欢什么了，跟我来。可爱的可爱的小宝贝，哇哇哇哇他哭了，带你去看小星星，不要哭亲爱的小宝贝。可爱的可爱的小宝贝，哈哈哈哈他笑了，我们来玩躲猫猫，找到你亲爱的小宝贝。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，不客气。大家好，我是琴琴，我是妙妙。今天我们要去猫叔叔家帮忙照顾宝宝，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奇奇妙妙，你们来了！你好，猫叔叔。今天啊，要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宝宝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嗯，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奇妙小保姆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今天奇奇妙妙帮助了猫叔叔，照顾了小宝宝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